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弹腿实录。好，我们之前讲过，九路弹腿它是一个单推腿的一个变形，十路弹腿它其实是一个二级腿的一个变化运用。好，所以我们讲九路单推，十路二级。好，先开始操作动作。一的时候回转，二起，三进步。好，我们先做分解。出脚，换边，再出脚，好，落地，出脚，换边，出脚，落地，起。正在运用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一下，出脚的时候，它其实是直线的一个力量运用，好，所以如果你的动作用的是外部力的话，你的身体力量就会歪掉。比如说这样子，所以你的力量其实是歪的。所以我们要练习的时候，要求是我们先身体轴心线的这一条轴心，从这里起，起，等于说我的身体是从这边到这边，甚至这样子走。